出来吧，本公主等你们好久了。看来堡主说的对，这神阙宫的斋女确实厉害呀，这么远都能察觉到我们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既然你察觉到我们了，为何还要退其四周，孤身相见？我来这儿是为了见一个人。这，二太巴听不明白小公主的话，二太巴只知道要带小公主走，这是堡主的命令，请。时候尚早，那便和你玩玩吧。探出灵分，神魔共此破。刚刚小公主不知道用阴影物换，然后又回到原点，死不全种，不知道在干嘛。神魔共此破，神魔共此破，十轮成命。神魔共此破，赤俺铜头铁臂，不想玩了。盘沙堡堡主若再看，我可就不留手了。斋女莫要动怒，堡主。久闻神阙宫斋女大名，在下便是盘沙堡堡主伊伦哲罗。堡主小心，这斋女可不好对付。退下吧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斋女是来找我的。我找的却是你，但不是此刻的你。伊伦哲罗不知小公主要找的是何时的我，不过既然此刻相遇，有些事还想请小公主为我指点一二。哦，指点什么？不瞒小公主，近来我回想起一些不太寻常的事。异域宫殿白发红眼的剑士，想来
唯有尽知世事的斋女知道这些记忆究竟是什么。而且我盘沙堡中还有一块壁画，也想请小公主前去探看一番。啊、哦，好啊，那壁画想来你得手也颇费了一番功夫，那便走吧。堡主，这小丫头片子，切，你当本公主什么人？伊伦哲罗，你也大可放心，在未到那一刻，或者说你未遇到另一人之前，我都不会做什么。十只戏中怎么会出现了奇怪的回忆？十只戏中的谜，我曾听说十只戏中藏着很多过去的细枝末节和琐事脉络，这些零散在各个角落的秘密或许可以为我们解答很多困惑。这些谜里面藏的都是过去之人的秘密吗？雨姐姐，我们怎么才能找回这些藏在十只戏中的谜呀？姨最喜欢看别人的故事了。依我看，这些谜皆为事出有因，必然与当下境遇有所关联。过去之事错综复杂，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我们还要好好探索一番。事出有因吗？那就是会有各种可能咯。姨可要睁大眼睛好好观察。小不点儿，你倒是对这种事情很起劲吗？小公主，咱们来这西域可是有什么要事呀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切莫多问了，专心赶路吧。青罗也是担心嘛，咱们很久没出远门了。青罗，肚子又饿了吗？点些干粮吧，还得要一会儿才能到呢。还是紫韵姐姐知道心疼人，青罗的肚子还真饿了。小公主，马上进城了，咱们先找地方用些餐饭如何？姐妹们都有些疲乏了。嗯，正巧，那便这么办吧。小公主，你要去哪儿？我们陪你。本公主还有要事，你们别跟着我了。呀，小公主不要跑了，还是你要和青罗做游戏？姐姐们，我们快来抓住小公主啦！去到那里应该可以甩开他们。天机难测，这样下去肯定会被青罗和朱鹮追上，该如何是好呢？有了，我先到河边，再用云影雾幻传送过河，便可甩开他们了。探出零分。小公主，别闹了。小公主已经过河了，青罗也要加快脚步了。你没事吧？
天机难测，神观天变。既然小公主已经下定决心独自前往，紫韵便在此处等您归来便是。天机难测。哎，打死他们好像有对话哎，那我是不是要打死他们？太初零分。想来小公主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。还真的有对话哎。为了听对话，只好干掉他们了。不是，现在是十字系的隐藏关卡。小公主明明是铁了心甩掉我们。金罗，我来啦！神观天变。这边的故事都是原创的，在幽城幻剑录并没有这段剧情哦。小公主，为什么不等等青罗？快走快走，本公主先失陪了。放心吧，本公主就是散散心去。定不辱命。看，小公主许是惹上了什么麻烦吧？平日都是我们四壁先行，这会儿好生蹊跷，我这心里不知何故，好是担心呀。青罗，你且安心吧，小公主素来心思缜密的，想是自有安排，我等只待静候。再者，以小公主的机巧，我四人合力亦是败下阵来。若是有人找小公主的麻烦，那必是自讨苦吃。这样想来倒是不错，还没有人敢找我们神阙宫的麻烦。副堡主，查探过了，那马车往驿站去。可看清楚了，车上几个人？看清楚了，赶车的两个，一个紫衣，一个青衣，车内有三个，那小女娃在正中，两边各坐一个。副堡主，我说，咱是不是多虑了？这些都是些娘们小孩，咱还犹豫什么？直接掳了算了。你难道比堡主还明白？堡主都说不能小觑神阙宫。不敢不敢。好好看着，找准机会再来汇报。是。